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 Vivi 的这个夏天的这个什么呢？迪士尼的衣服。然后它这个呢是因为吸湿排汗，所以非常适合夏天的大家来穿。你看，这个上面就有迪士尼的那个 mark， 好。然后我们这次选了四件，然后这个你看它后面呢设计的非常好，就是夹链带的设计。你夹完之后呢，就可以收纳其他的衣服，或是你要出国旅行的时候，这个袋子可以重复使用，非常好。然后上面都有 Vivi 的那个 logo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呢，上面呢，你这次选的是有，哇，是毛怪。好，你看一下是毛怪，很棒。然后它这个材质呢是都是台湾做的，上面呢有这个排汗的纤维，还有一些介绍。Made in Taiwan， 好，防晒凉感排汗纤维，台湾做的哦，最棒的。然后我最喜欢的衣服就是说它后面的那个 logo 牌子不要粘在这边，会刺刺痒痒的。那你看 Vivi 这个很棒，它是直接印在上面，所以呢穿起来会非常的凉感，而且不会刺刺的哦。好，明天来看一下我们拍的实穿的这个照片，谢谢。